近日呢，摄影师帕特里克·科因在美国南加州的纽波特海岸用镜头捕捉到一群会发蓝光的海豚。视频中呢，一群海豚在黑暗的海水中游弋，留下一条靛蓝色的光斑，如梦似幻。专家解释称，这是因为海豚身上附着了大量的海蝇，在受到波浪拍打或者是过往船只的刺激时，它们会发出靛蓝色的光，导致了海豚发光的错觉。